原材料这些都是国产的吗？咱们国内的都是，都是吧，都是国产的，国产货车板块都是，包括配件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要靠我们经济竞争力，经济竞争力啊，我们还是要抓实体经济，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实体经济里面啊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，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啊做强做优做大，这个继续啊练好内功，继续呢这个搞好改革创新啊，继续做好自主创新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啊永立不败之地啊，永远掌握主动。 Thank you.